这路上好多家葱油饼啊，那家其实也还好，也好多人在排队。我们就到人最多的，肯定没错，肯定没错。一片30元，加蛋45，我们肯定要加蛋了。三星葱油饼，油饼，哎，这是鸭蛋是吗？看你要不要加蛋。这是鸡蛋还是鸭蛋？鸡蛋。哦，鸡蛋啊，这白色的鸡蛋了、啊。好，我们要加蛋呢。是在哪里付钱？是排队排到了再付钱吗？你们有吗？第几个？我们要四个啊，我们四个。好，好。葱油饼。肉在哪里？我们来一份薄肉好吗？带走吗？带走，带走。我们一份300的美金。啊，300就可以。我们是四个人。就在这里等就好可以了是吗？好啊，5分钟啊。好，真的还好提醒我们哦，还好提醒我们啊，不然我们错过了薄肉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好吃好吃。哇，直接把这个蛋打下去，然后就把这个饼盖上去，过后就翻过来。我每天开车都看到啊，你每天开车都看我啊？哇，你多不注意安全啊。六个，蛋吗？要。烟熏猪头皮。哇，他们这边辣酱好哎。你要胡椒还是辣椒啊？我都要啊。那就都要。都要，做什么选择？不做选择的我们，以后不要这种傻问题来问我。还要我选择，真是。这是我们的吗？对。哦，好。哦，就这么直接抹进去。哇！还有个。好。完成。好，谢谢。我来吃了。啊，你看上面涂了这个辣酱。哇，一股葱香，好棒，真好吃啊！是，好假好假，后面再配音啊，帮我。我、哦、真好吃，你忍得住啦？在旁边咽口水啊！你忍不住，你还不拿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你不叫我吗？好好吃啊，真是。嗯。哇，里面你看，全是这个叫三星葱是吧？三星葱油饼啊、嗯，对。里面这个葱很香很香。有个老大爷，嗯，然后偷偷到我耳边来说，嗯，我跟你讲啊，嗯。还有一家比这个更好吃、哦。我说在哪里呀、啊？啊、他说胶西邮件局。邮局啊，胶西邮局啊，旁边啊，说每天早上9点比这排着队的人还要长了。是吗？那我们可以去试试啊。所以他要轻轻的说，怕被老板打是吧？对。哎，没有想到我们把他拍下来了，老板到时候到店里要去找他，是不是你呀、啊？是不是你在拆我的台子啊？我严重怀疑是那家的老板派来的，在那商店门口。哦，焦氏那家是吧？啊、好老婆大人，这个是超级好吃啊！我告诉你，超级好吃啊！哦，真的是超级好吃。怎么啦？哇，脯肉啊，还有哦，薄肉，萝卜的薄。薄肉是什么？薄层的薄。薄肉。我也不知道，他们说这个薄肉一定要到了车上马上吃，马上吃，说马上就要吃，不可以到车上吃。来帮我拿一下，谢谢。这么急吗？对，说出来赶紧吃，不吃完蛋了。对啊，好吃啊，好吃啊，这个油饼真好吃。对，还有一个老大爷跟我们说，还有另外一家更好吃哦。